北辰风的秘密。这里就是传说中有宝藏的地方。宝藏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它很珍贵，但只对于三方七象来说。店长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藏在我的花园下面？它很珍贵。果然是宝藏，我想店长说的不是那个意思。和被改建成亭子、祭坛、种上大树的地方一样，这里是旧方向的遗址。啊，第七条巷子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些金属疙瘩值钱就好。这些老人们一直告诫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。谨记灾难时光。可是从没听说过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。台风、洪水。灾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当初先人们在三方七象的地下挖掘资源换取财富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挖掘开发出的矿石、温泉为先人们带来了富裕的生活，但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哼，有钱还管那么多。那个时候店长告诉我，那时候水和粮食都坏掉了，不能吃，而源头就是第七条巷子。那极可能是过度开采引起的土质污染，造成了那场大灾难。污染？过度开采矿石会造成许多影响，同时选取矿石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不好的废弃物，它们会污染土地，溶解渗入地下水，被风吹进入大气，毒害环境。特别是在三方七巷这种大家居住的地方，危害最大。听不懂，但是好严重的样子。那我的花园在上面会不会有煞？错的是贪婪的心，而不是地里的矿石。没想到先人们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。先人们就是第一批寻宝者，他们把矿石当做了最初的宝藏，引来了贪婪的报应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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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当仙人发现情况不对，停止了对宝藏的开采时，失去的东西已经难以挽回了。坦坦，宝藏真不是好东西呢。哼，我想这也是猛虎老豆发现真相后要离开的原因。我找到了，找到宝藏了。我猜，我们都错了，我不需要它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要到别处继续我的冒险，把安宁还给三方吉祥。爸爸是担心因为自己再度引起大家对宝藏的贪婪。他为了三方吉祥而走，也带走了宝藏的传说。这里埋葬着先人的错误与忏悔，谨记这个教训，那些灾难祸害就不再有发生的机会。因为造成毁灭和灾难的元凶就是人们的贪婪与欲望。找了那么久，以为可以实现我本大王的梦想，居然毫不甘心呢。吃美味的东西吃到饱，比找到宝藏更幸福的。混蛋胖子，那是你根本不理解，财富是多么诱人、多么重要的东西。我的话更重要，正义最重要。爸爸，这些人都不正常。丁丁，你说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要向店长学做菜就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我错了吗？再值钱的东西，都不如能带来美好的事物。所以，仙人们用美丽的花来遮住这些不该见人的东西。可是，你们居然毁了我的花圃。我们会帮你修复花园的。我会为花园的重建提供资金。既然财富已经无望，我还待在三方吉祥做什么？你以为修复花园的资金从哪里来？难道说你的工资？你们是怎么知道下去的方法的？这可是我的花园，我把所有机关的操纵杆都打开了。当时可把我们都吓得不轻。这个地方再也不要打开了才好。鹏鹏，第三个手柄是栏杆的机关，交给我吧。大家都累了，去我店里，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。豆豆，你怎么那么笨的？也在为宝藏失望吗？如果你失去目标，来当正义的追随者，怎样？宝藏是什么我不在乎，我只是想继承爸爸的文章而已。可恶！要不是你爸爸的笔记骗人，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受罪？宝藏对不同的人的意义是不同的。对于仙人，第七条巷子就是宝藏。当看到图文提起宝藏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为了值钱的金属而破坏了宝贵的家园这件事儿。就能了解到真正重要的宝藏应该是什么。又是这种话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为什么还要琢磨笔记啊？我在想什么才是属于我的宝藏呢？看完笔记，我知道了爸爸曾经迷茫，找不到方向，因此他重蹈先人历史的覆辙，伤害了三方七象，陷入无比的悔恨。但也因为这样，爸爸明白到要珍惜自己真正宝贵的东西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对于我来说，该怎么做才算是拥有自己的宝藏呢？不要急，总会找到的。我一定要让爸爸看到，我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子汉，为自己珍贵的宝物而战。
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容易找到自己珍贵的宝藏的。即使是猛虎老豆，他也曾以为自己真正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诗人。真的吗？难怪写出那种奇奇怪怪酸死人的笔记来。你太依赖老豆了，成长是不该有参照物的。这么难懂是怎么回事？管他的，店长这样的老人家就喜欢说奇奇怪怪的道理。没错没错，总有一天你们会自己明白的。总有一天是哪天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证明我就是猛虎文章的继承者的。迟早你们都会有自己的文章，得到玉冕图文的祝福和保护。真的吗？因为你们是三方七校的孩子嘛。好了，吃饭吧孩子们。啰啰嗦嗦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你也去吃吧谈谈。虽然蠢了点，但也是这里的孩子。留一份给我。蛙仔，三方七象就交给你守护了。这样看来事情终于完结了，我也可以休息休息。